全新电视剧新点心的主要演员，突击了一间餐馆，让食客们惊喜万分。艺人们除了贴心的为食客们送上美味的点心，还一同玩趣味十足的游戏和送出丰富奖品，让食客们满载而归。当天还庆祝了张耀栋的生日，餐馆的气氛都热闹了起来。林先生，听说你跟你的朋友呢，常常打完了太极呢，就过来吃点心啊？我们家每个礼拜就有来这边吃，聚在一起谈谈心，吃一点东西，很开心。那么你们最喜欢吃的是哪一种点心？我喜欢榴莲抹茶、流沙包、蛋挞、凤爪。新点心突击行动。汕头海鲜最道地的潮州经典菜肴鼎力支持。